主料，韭菜100克，辅料，盐，白糖，食醋，生抽，大蒜一半，辣椒油，白芝麻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原料图，锅中做水，焯一下韭菜，焯完捞出切断，蒜切末，韭菜和蒜末放入碗中，倒入醋，放盐，少许生抽，少许白糖，放入辣椒油，放白芝麻，拌一拌，开吃。烹饪技巧，韭菜焯的时间不宜过长，否则会变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